Hello，大家好，哎，我是 Kendon，欢迎收看我的汽车模型频道。因为没有啦，因为我要做 YouTuber 而已啊。OK，好了，开玩笑。好，拍这个视频是为了给大家更了解汽车模型。OK，给他认识它的那一些精细度，它车的特征，没有再可以在影片看得更清楚。好，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接下来就是当然是拍更多影片给你们看呐，介绍新的车款呐。好，记得多多 like 跟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呐。OK，Instagram 我慢点才做哈，因为今天才第一天拍 video，所以很多东西我是在学习当中。希望我的影片会更多更精彩，更吸引你们看，好吗？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OK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